来，剪指甲，剪指甲喽！哎，好，感觉你好像知道了。那他有上去了吗？还没。还没开始。来，没有很尖呐，还好啦。我有上次有剪吗？还好欸，没有很生气。因为还没年纪开始大了，洗容易澡，气生气。我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哎，那个笼子不用拿出来准备吗？哦，看你要那，要晒吧。那你那个你用水冲一冲，晒一晒就好了吧？你去找一下。在工作室那一个铁笼哦。再等一下，嗨，再等一下。哦，这边。哦，好好好。好好好。好了好，哎，嘿，剪完指甲，等一下要洗澡了，啊，好可怕，好烦恼哦，好烦恼哦。